防护月的，我隔院隔院查。隔院的是妇产科的。妇产科是要预打。弄这个干嘛？Thank you.
我这玩意天天剩饭，知道吧？有。啊，天天剩饭给他吃。现在是等他下班，知道吧？接他下班，要不然不早走了。追不到了。追不到啊？他说去年，他说微信都帮他删。